哎，大家好，我叫 Danny， 我是 Carter Honda 的销售。今天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2012款的新车型。首先，大家看到的是2012款的新的 Civic 思域 SI， 动力非常强劲的运动型跑车。这是一辆两门的，当然还有四门型的。然后这一边呢，我们这边还有一辆普通款的2012款 Civic 思域轿车，这也是一辆两门的，同时四门的在店里也有销售。这一辆车呢，在全新的外观设计，然后呢，动力也非常好，更重要的是油耗非常非常好。OK， 然后这一辆呢，是我们全新的本田雅阁 Cross Tour， 在中文里边它叫歌诗图，是一辆 crossover 跨界的具有越野轻度越野功能的一辆轿车，它有四驱功能，同时采用 V6 的动力系统。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三辆车要为大家介绍，请大家稍等。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全新的2012款 Pilot。 本田 Pilot 是一辆八座的四驱的全尺寸 SUV， 无论是四驱能力还是油耗还是舒适性都非常非常好。接下来呢，这边是久负盛名的本田的 Odyssey。 2012款 Odyssey 无论在安全性、舒适性、功能性方面都获得了媒体方面的一致好评，它多年来它一直是北美评分的 minivan 最高的评分系统。 OK，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现在非常非常热销的全新的2012款 CRV。 我们店里边呢现在有两辆，在 showroom 里边，一辆呢是红色的2012款 CRV， 同时呢还有一辆黑色的。这两辆车配置不同，但是新的 CRV 标配的一些新功能，包括它的蓝牙系统，包括它的自动空调，包括非常主动的 proactive 的四驱系统等等，有很多新的技术，而且舒适性和油耗方面都非常的出色。最后呢，我想向大家介绍一辆 showroom 里边颜色非常特别的、非常非常漂亮的2012款的本田飞度 Fit。这个新的 Fit 呢，在一些细节的设计上，凸显了它的城市的 hatchback 小车的这种时尚感，同时更重要的是，它的内部空间还有它的油耗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 showroom 里边来看一看，谢谢。